尊敬的侯董，尊敬的裴老，这个新的董事会里面还有苏永东先生，李岳老师，黄敬宏老师，那么这是中心改组之后的新的领导人。在这个之前，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中心的建立曾经有许多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事业，目的何在，这个事情能够做成功，实在说我们是要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年来我参加了10次国际和平会议，其中有7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以后我们熟了，次数多了，曾经做过1次协办，最后1次是主办，跟联合国主办一个活动，才知道这个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确实是很关心，这个不是假的。那么有一些人主张用武力镇压报复，希望用这个手段呢达到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那么从911事件之后，大家才警觉到这个方法失败了，爆发了一种最新型的战争，就是恐怖战争，让这些大国他们的核武化武以及这些坦克飞弹全用不上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最新型的这种战争，让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都感觉到就没有安全感了，那么确实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国际旅行，你看到机场上那种检查使我们感到这个社会真的不适合人旅行了，非逼不得已谁都不愿意去接受这种检查那么给人精神压力太大。联合国从1970年代1970年代开始用会议的方法，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邀请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士来研究讨论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那么会议开到今年37年了，这个世界越开
冲突的频率是越增加，动乱越来越严重，让这与会的朋友们对于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和平，还有没有希望，信心丧失掉了。我参加了几次之后，提出中国五千年的老经验、老办法，中国在世界上立国现在是最久的了，五千年的历史。外国研究历史的这些学者们，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大一统的局面呢，佩服得真的是五体投地。不知道中国人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改朝换代那个时间都很短，五六年新的政权成立了，很快的他就是这个社会秩序就恢复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二战之前，第二次大战是民国初年，欧洲的学者曾经认真去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结果呢，他们说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真的被他发现了，很难得。那我是昆士兰大学的这个教务长，他告诉我这桩事情，我跟他说，我说一点都不错，确实他们是找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原因。所以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最有智慧，也有经验，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将中国传统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这个理念介绍给联合国，与会的朋友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新奇，从来没人提到过。可是他们怀疑，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吃饭，很多人在问我说，法师啊，你讲的是不错，这是理论的，这个做不到不能落实啊。所以这逼着我就要考虑，我们都要做个样子给他看，他才会相信所以才有这么个念头，搞一个实验点能够有个小区小镇做个实验点。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语言不成熟，以后到新加坡给李牧原谈这个事情，李牧原也真发心真的想找，找不到土地新加坡寸土寸金有钱也买不到地所以没做成功。我移民到澳洲想在澳洲来做，澳洲政府同意也欢迎，但是澳洲是个新移民的国家，居民的背景很复杂不但宗教复杂，文化复杂这是很不容易用中国传统教育来团结这些人那要费很长的时间。我们算是不错了在图文巴这个小城，那这四五年来已经做得相当有成就了。如果把这个小城居民只有8万人现在大概有9万人
要能把它作为一个试点的话呢，恐怕还要4年到5年的时间。我们还要更努力的去做。才能不能做出来呢？像汤池这样子，还不敢讲。所以回国了之后啊，很久，这70年呢，离开家乡70年，回来之后啊，跟我们乡亲父老谈这桩事情，乡亲父老听了之后很高兴，我们干，我们家校来干，就这样子选择了汤池这个试验点，那么没想到这个2年来的时候真的做成功了。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不但要感谢中心每一位老师，这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这是大家同心同德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还感谢汤池的居民，他接受啊，他要不接受你做不出来啊。我们在外国的时候，纵然我们自己想做，这群众民众不合作做不出来，要感谢我们地方的领导，没有他们的护持也做不出来，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要明了。那么这桩事情是不是我们做的呢？不是我们做的。你看我讲经这么多年来，我常常说，社会要安定，世界要和平，要靠什么？靠每一个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跟别的不同的行业是密切合作，这个社会就有前途了，应该是要这样做的。这教育的事业是国家做的，不可以给别人做。你看日本人统治台湾，我在台湾住这么多年了解，日本人的时候只有2桩事情绝不让台湾人参与，第一个是教育，他要叫人民啊，不能叫你叫旅馆呐。第二个是警察，这两个决定是日本人。所以学校里面这个台湾人可以当教员，不能做校长，不能管教务，不能管行政。这个他懂得政治啊。我说我们做的是实验啊，所以跟杨老师讲的是我们顶多做2年。2年试验成功了，把这个中心交给政府，政府要乐意去做，继续做下去，好事情。但如果不做呢？不做解散呢也好，我们的目的是给联合国来看，这个缘呢，真是祖宗有德了，这个佛菩萨保佑，能在2006年呢。教科文组织找我去，我们共同主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听到这个非常欢喜，所以我们就把中心呢作为主题介绍给联合国，那2桩事情，第一个，如我常讲的，要想世界和平，只有从团结宗教下手，除这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好像是在2005年，我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尔见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他执政22年，那个时候刚刚退下来，对于国际和平呢非常关心，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他，如果能把4桩事情做好，
这问题解决了。他说哪四桩？我说第一个，派系跟派系啊，就是你国家的党派啊，甚至每一个国家重要的这个政党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国家跟国家的。第二个呢，族群跟族群啊。第三个呢，宗教跟宗教啊，包括这个国家跟国家了，叫四桩事情啊。他听了之后就皱眉头啊，我说没错，这四桩事情，国家跟国家，派系跟派系，族群跟族群，宗教跟宗教，真的是不容易做这个事做好。我说可是从宗教下手啊，就有办法。宗教能团结呢，肯定能够影响国家啊，影响派系，影响族群。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啊，他想想有道理啊，所以他第二天就写信给我，邀请我参加这个2005年12月的马来西亚的世界和平论坛啊。这个论坛呢是4天，他对我非常礼遇啊，我也很感谢他啊。所以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事情的时候介绍给联合国啊，才知道联合国宗教从来没有进入联合国啊。那么我们要求新加坡9个宗教啊，他们9个宗教是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团结起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经验啊。我是邀请9大宗教在联合国大会堂里面手牵手啊，为世界和平祈祷啊，这第一次啊，联合国第一次啊。这一桩事情我跟联合国交涉4次，你说多麻烦呐、啊！他们不肯答应呐、啊。啊，到最后一次，我说你真的不答应，我说就算了，我也不参加主办单位了，说我退出。啊，这个样子，到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他们才同意，还附带条件。啊，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他们出席这个祈祷，为和平祈祷，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啊，给他们限了时间啊。在秘书长没有进场的时候啊，我就答应了。我说好了，因为我们全程录像嘛啊，我们有录像的时候可以在电视台播放啊。那没想到呢，他们一上台，秘书长就进来了。秘书长跟我坐在一起，是不是坐在一起？而看到这些宗教，那都是宗教领袖啊，代表啊，他们进去非常有秩序啊，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手牵手啊，做和平节祈祷啊。秘书长也看得很欢喜，从来没看见过，以为宗教在一起啊都会吵吵闹闹的，没想到这个宗教怎么会这么和睦啊。所以以后也没有人敢讲话了。那么这团体祈祷就是每一个宗教到讲台上做他特别的祝福，为世界和平祝福，大概一个人得5-6分钟，这下搞了将近半个小时。那么我把他们呢安排在第一排啊，3天的会议秩序非常好啊，没有看到宗教吵架，也没有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是他们有引起别人呢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3天会议下来之后，泰国的大使告诉我，
他说秘书长跟他讲，他说你们这一次的活动内容只是是联合国60年来第一次最好的，那么还给这个泰国的大师说，大师转话给我，他说净空法师以后要利用联合国场所办活动，联合国全力支持，这是他。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完了之后，联合国确实成立一个宗教的办公室，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这就是接纳了，接纳。他还想邀请我，我们不去，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呢去住联合国，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我们呢告诉联合国，告诉全世界，宗教可以团结，汤池这个做详细报告，这也是联合国的史无前例啊。联合国最权威最重要的报告的时候顶多2个小时，那么我们汤池报告是蔡老师上的报告是4个小时这个也是同月子啊，我们是大家分别报告，他做专题报告的是4个小时啊，所以这都是开了先例啊。所以告诉联合国要真正想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一定呢要团结宗教，要教化人民，不要开会了，这个会议开的时候真的劳民伤财啊，每一次会议你说投下去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没有结果啊。我跟很多与会同学都说啊，我说人家国家看得起你，结论都送给各国政府啊，那看得起你呢放在档案室永久保存，看不起啊就放在自治楼里去了，谁会听你的啊，这个都是真啊。所以我们汤池真的给联合国这一些参与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带动了信心啊，所以他们要求来看啊，驻联合国192个国家大使现在还有意愿来看啊。所以我前天这个范书记来看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我说可不可以接纳，可以接纳，我来跟你所联系啊。你说不，没有必要了就算了，我跟联合国关系就断掉了，我不再找他们了啊，我做的事情到此就画上句点了，就够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啊。所以非常难得啊，这个范书记政府领导们支持，说中心要继续办下去啊，那我们改组啊，这个我非常高兴的啊，这是一直都是我们期望的啊。改组之后我相信啊，这个我们侯总跟裴老啊一定会做得更好啊。我们还有个希望，希望将来能够在纽约联合国办个活动啊，希望的是我们的侯总啊，我们的裴老蔡老师能够在纽约联合国做介绍啊，做报告啊，那我们就做到12分的圆满了。是到巴黎呀是10分圆满，到纽约的就12分圆满了。是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充满了信心啊，不但能够救自己啊，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哎，这是一桩大事。而且这个限期呢真的是到了最后的限期，以后没有机缘了，如果我们再不做，这个世界会走向毁灭啊。这么多年来
我们所得到的这些资讯啊，从法国这个预言家16世纪400年前啊，诺斯多玛斯，他预测的这个世界毁灭是在1999年，2000年。他的预言2000年以后就没有了，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可是99年跟2000年呢，平安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新加坡这个天主教的神学院有院长啊，他很感叹的说，这明明这个是有灾难的世界毁灭，怎么还会平安过去呢？啊，天主教一些朋友把这话传给我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传给我，我就告诉他有原因。因为这一桩事情是全世界人都知道，所以99年跟2000年，我相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都在祈祷啊，这个祈祷的效果很大啊，所以不是没有灾难的，大家都发了善心啊，把这个灾难呢减轻了，把这个灾难也退后了，这是真的。可是在这个时间过去了，没有灾难发生，那么很多人怀疑这个预言不可靠啊，于是贪嗔痴慢呢不但没有减少啊，而且逐渐在升起啊，造业呢比以前更严重。那现在这个灾难越来越浮出来了，现在浮出来大家都着急了啊。第一个，你看这个传媒报道，这个地球上啊暖化啊，温度上升。那么现在科学家的预测，大概南北极的冰可能在10年之内完全融化，高山的积雪也不见了啊，高山的这个积雪没有了，许多像长江大河的这个发源地水源没有了，将来这个河流会枯干，那么靠这个河流生活的人怎么办？以后问题是没有饮水了啊。那么南北极的冰化掉之后啊，海水上升，沿海地区都会被淹没啊！他们讲头一个被淹没的是纽约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是没有人能解决，科学想不出方法，提出严重的警告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基建燃料方面尽量减少这个排放二氧化碳啊，这是个治标的方式，不是治本啊，他们找不到本啊，科学家所找的最后知道这个。那么在佛法里头，佛告诉我们，灾难怎么来的？灾难是人不善的心行所感召来的啊，这个只有信佛信仰宗教的人他听到会相信啊，一般相信科学的人他不相信啊。楞严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水灾贪心所感的啊，火灾啊，像火山爆发啊，地球温度的上升，尘会造成啊，风灾啊，这次我们前几天听到一个讯息啊，美国中南部15小时之内呀，有70多个龙卷风，那这个是过去没有过的啊，损害很大啊，淤池造成的
啊，愚痴感到的风灾呀，啊，人心不平，啊，叫傲慢不平，这招来的地震呐，四个加起来，恐怕就有地球地壳产生变化，那个麻烦可大了。啊，那么最近有人送一份资料给我，是巴西的一个预言家，这个预言家还不到50岁，啊，也很奇特。我看的报告，他那个情形呢，很像美国，哎，以前的一个就是二次大战过世的时候，一个预言家，啊，是一个灵附在身上，那倒不是自己的能力啊。美国以前那个凯西，啊，附在身上透了很多的讯息。他这个是做梦，他从9岁开始就常常梦到未来，啊，而且这个梦很明显，啊，兑现的差不多比例是80%。都应验了。前年日本2次地震，他在几年前就说出来了，说这个伤害非常严重，但是2次地震真的是发生，跟他讲的日期没错，真的发生，但是损害只有他讲的1/10。没有什么多大的损害。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可能这个讯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神道教的善男信女日夜的祈祷，啊，为这个灾难祈祷，使这个灾难化小了，啊，减轻了。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啊，日本江本波斯在琵琶湖做的那个实验，啊，那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啊，日本的琵琶湖是内海，啊，它好像是很大，啊，我们中国没那么大的湖，啊，它有个海湾，啊，海湾是死水，啊，这个海湾20年。变成了臭水沟，啊，又脏又臭，啊，江本波斯找了一个法师，90多岁的一个老法师，带了150多人，就在海湾上做一次祈祷，啊，祈祷的词很简单，啊，就是150人诚心诚意，啊，没有一个妄念，一心想着念着水干净了，水干净了，就用这个意念，啊，做了1小时，3天之后啊，这个水真的干净了，臭味没有了，保持了半年，这一次祈祷保持半年，这个日本的电视台都报道，这个新闻媒体都报道出来，这是一个奇迹，啊。如果是经常不断去祈祷呢，大概就永远会保持下去，啊，这个就是说佛法里面所讲的境随心转的，环境是从着人心转，啊，那我们的同学大概对于30习念都很熟悉，啊，本子都念过很多次，你看中峰大师给我们在讲的开示，啊，就是应验出境随心转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土，啊，这个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啊。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呢？极乐世界人心没有一个恶念，
啊，所以就那么美好。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心都有问题，都有自私自利，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境随心转。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人都是善念，都是善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哪里会有灾难呢？啊，所以这种事情要真干呐，这不能干假的。啊，从哪里干起呀？啊，就从《弟子规》。啊，《弟子规》落实了中国传统祖宗的教诲，啊，那就是现在所说的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如果没有弟子规做不到啊，这四书五经十三经啊，没有用啊，那个念叫白念了。啊，能说不能行啊，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你的家庭，啊，救不了社会。你真正把它做到了，啊，能救自己，能救自己家庭，能救社会，能救国家民族，不可以轻视。啊，上一次高部长到这边访问，我跟他谈了一些话，他听了之后没有表态。啊，我到最后，他课程完全听完了，住了七天之后了，他说了一句话：“老法师讲的，我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啊，所以圣贤之道不是在说，是在行。啊，你要真正做到，不是在口头上说的。啊，所以学佛。学儒就要真干啊！学儒要学得跟孔子一样啊，《弟子规》里面所讲的就是夫子日常生活，这个要懂得啊。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就是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的记录啊，所以你能做到啊，你真正是圣贤啊，成圣成贤才能解决问题啊，学者专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年我接触到全世界学者专家太多了啊，对于这个世界的灾难啊，对于这个冲突不断的发生，真是束手无策，不知道从哪里发生的啊。真正发生的原因就是伦理道德被疏忽了啊，而中国五千年的成就啊，你要追根啊，追到根之根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啊，中国教育的原点亲爱呀，怎么落实？落实在家庭啊，落实在太太呀，太太救了国家了，太太的贡献的时候是中国有五千年的长治久安了啊，太太不能负起她自己的责任呢，那就是亡国灭种啊！啊，夫妇有别，我讲的很多啊。夫妻结合，这是家庭组成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事情，一个是家庭经济啊，所以男主外，女主内。啊，先生出去谋生呢，负责家庭经济这一方面。那太太呢？太太是传宗接代呀，无后为大了，这个使命比先生啊要高得多啊！啊，所以人说中国人不尊重女权，那是笑话，那是完全不懂中国文化了。中国女权在世界上登峰造极呀！啊。
所以现在是中国这个妇女的时候，把最至高无上的这个女权就不要了，啊，要降低下来，跟先生一样，要去竞争，啊，所以这家不要了，啊，小孩自己不教了，这个麻烦大了，啊，你自己在社会上纵然有地位，啊，有财富，你的后代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观念上的错误啊！这个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西方今天没有，没办法了啊！我在美国住多少年，我跟美国人讲得很清楚啊，美国的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如果不能够啊有效的纠正过来，美国的国运呢只有30年，我说30年它会亡国。啊，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知道，啊，自己不是不知道，啊，但是没有法子啊，啊，无可奈何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晓得，啊，这个外国人现在把中国找宝贝，寻宝，要到印度去寻宝去解决问题，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们用这些机器，想到我们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听众几千人，不需要用这个啊，靠近的人听声音不大，靠最后的人听声音不小，这奇怪啊，这是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惭愧呀，就认当好好的学习。为什么呢？佛告诉我们这种神通啊是本能啊，你看华严经上也在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能力怎么失掉了呢？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它障碍住了。所以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本能完全恢复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呐，啊，无量的才艺呀，无量的福报，啊，都是圆满的，不要到外头求，啊，只要你肯放下了，就得到了。所以，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得到少分，恢复少分。啊，放下分别呢，你就是菩萨，那你就恢复了多分，啊，放下妄想啊，就完全恢复了，圆满恢复了，这叫佛陀，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的三个学位，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博士、硕士、学士，啊，所以他不是神，也不是仙，啊。佛菩萨阿罗汉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呀，啊，我们自己那现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而且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的学位头衔全没有了，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学位就现前了，这个不骗人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对东西方的文化了解之后啊，就会想到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这是非常有权威的学者，啊，他也是在二战，在77年的，这个70年代的时候，他过世的，啊，这个，他说的很好啊，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你英国人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访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啊，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自己人说的啊，非常有道理啊。那但是英国这三个学校都是欧洲啊汉学的中心啊，非常出名。
那么在汉学研究上呢，伦敦比这个牛津、剑桥啊还要深一筹，啊，成绩啊最好的是伦敦大学。啊，那么我去的时候，他也邀请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讲演，啊，做一个小时的交流。啊，我就告诉这些汉学的学者，啊，还有他们的教授。我就提出个问题，我说汤恩比博士所说的话真的吗？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真能够拯救21世纪吗？啊，为什么呢？他们这三个学校汉学系在真的用功夫在学习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到剑桥去看，啊，剑桥的这个博士班的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这个难得了。我就问他，无量寿经本子很多，你们用什么本子？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啊，还有用这个孟子，啊，用王维，啊，唐朝文学家王维，啊，用他们这些东西写博士论文。所以我就给开玩笑的说了，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将来也是学者专家，也是这个伦敦剑桥的名教授。啊，可是我说，你们不可能有我这样的快乐，啊，有我这么样的自在。啊，这为什么呢？你们将来依旧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他们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为什么？你们搞的是汉学，啊，搞的是佛学、儒学、道学。中国汉学就是三样东西，儒释道，啊，你们搞的是这个。那我搞的跟你们差恰恰相反，那不一样。那怎么相反话呢？我是学佛、学儒、学道。你们是道学、儒学，啊，佛学，我跟你们相反，啊，你们搞儒学、道学是拿着这些古籍啊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啊，这个东西没用，汤恩比讲的不是这个，这个救不了社会，啊，我说我们学佛，学佛呢要像释迦牟尼佛。学儒呢，要像孔子，要像孟子，那管用。哎，那个能够自觉自度度人。哎，我说汤恩比博士没有讲错，你们可不能把他意思会错了，会错了就完了。哎，他没有讲错。啊，儒要从哪里学习呢？要从《弟子规》学习。啊，《弟子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落实。啊，落实在生活上。哎，你要是不能落实，你学的是空的，那个没用处。啊，只是写写文章，啊，帮助你谈谈话而已，啊，其实不起作用。啊，学佛，啊，佛的这个落实就在十善业道。啊，这是佛在十善业道经不长，你看佛是两次，啊，前后两次。跟我们说到这个十善业道是人天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根本呐。所以没有十善业道，你来生得人生都得不到啊！啊，所以从得人生呢，到成就无上菩提的根，就是十善。那十善业也是没有，就没有佛法，啊，那搞的什么佛学，啊，搞得最有名也不过佛学家而已，啊，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无济于事啊，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明了，要认真去做，啊，道，感应篇，啊，因果教育。
如果能把这三样东西，这个根扎得稳稳的，你来生这个世界大灾难不怕了啊，来地方可以移民呢，一到那到天堂去了，越走越好啊，他快乐无比，他一点忧虑都没有啊，不没有恐怖啊，啊知道到哪里去啊，就是这个重要。如果你这三样东西都没有，那灾难来了你是往下面走啊，往恶鬼畜生地狱里头走啊，你不会往上面走的啊，所以这三样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的根基啊，没有根那就花瓶里的花啊，死的几天就枯死了，这不是活的啊，有根那是栽在土壤里，年年开心花，年年结心果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众星改组之后我非常欢喜啊，我这次也很想能够啊回来定居啊，那么这次来的时候过年试试看看有没有缘分定居，是这个佛法叫缘分嘛啊，这个缘分就是什么呢，我们回来定居啊，有定居的意义，有定居的目的啊，如果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我哪里都能住啊，那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欢迎我，是吧，何必一定要回到这边来呢啊，所以回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儒道的根在庐江扎下来，利用这个实际禅师啊，老和尚很慈悲啊，他也能接受我的意见啊，所以说这个寺庙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寺啊，干什么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这个学佛就是要跟释迦牟尼佛学啊，你跟别人学你就学错了啊，我这个学习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我们一接触他就教我学跟释迦牟尼佛学，所以头一个叫我念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啊，就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他是王子出身，他要是不出家啊，他继承王位也，那是好国王啊，仁慈的国王啊，那他能够把王位舍弃，那这是世间人所争取的，争都争不到的，他是得到了不要啊，荣华富贵的生活也舍弃，十九岁出家啊，求学，三十岁成道，那我们就知道他好学。他要做出榜样给世间人看啊，所以到处学，他什么都学过，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全都接触过啊，认为这个不究竟啊，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就入定啊，都给我们做表演呢，这夜读明星大彻大悟，见明星见星了啊，那他的问题全解决了啊，这个都是表演事情啊，那么印度的学术宗教啊确实是有问题啊，他们都修禅定啊，所以佛家讲四禅八定，这不是佛门的，四禅八定是当时所有宗教学派都学，在禅定里面去，它空间维持突破了，它突破的范围是六道，六道之外它没有办法，六道里面去它完全突破了，突破之后那个境界是亲眼看见的，是限量境界，不是比量，不是推想的啊，是亲自见到的啊。那么问题呢，这我们都能想到，这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东西，这个是没有人能答复 所以他表示这个入定开悟之后啊，
这问题解答了，啊，全都明白了，啊，这个通达明了之后，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开始教学，啊，一直到他灭度，啊，他79岁走的，所以教学49年了，经上常�讲啊。讲经300余会也，说法49年。那现在社会上说我们是宗教，所以我们就改口，啊，怎么呢？办班300多次，教学49年，这大家听到就很新鲜了，啊，就容易接受了。他是真的吗？真是这样的吧？啊，他办班300多次嘛，啊，就像你们现在办活动一样嘛。啊，时间有长有短，释迦牟尼佛小的活动几个小时，啊，2-3个小时，小会，长的和大的活动是有办好几年的，是大小活动加起来的时候，一生搞了300多次啊，那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说话要灵活，啊，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啊，所以用现在的人来看，释迦牟尼佛的身份，职业老师，跟中国孔子一样，啊，职业老师，而且呢，他比孔子还要殊胜，啊，殊胜呢，他不收学费也，完全义务啊，孔子还要收素修啊，啊，很小的礼物，素修是干肉一条，啊，大概1斤半斤。啊，作为交学费供养老师的，啊，那么富家子弟的时候会多送一些，啊，这个一般清贫就少送一点，所以说《论语》上讲嘛，啊，送一条素修以上，孔子没有不教导的，所以孔老夫子收学费收的很不是规定的，啊，是随你自己随分随力，啊，这是父子。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啊，他的生活方式出外托钵，啊，这3衣1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所以他走了之后，你看他交代给我们，后面后来的这些弟子，要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你不吃戒，不能吃苦啊，你决定不能成就。啊，能吃苦才能断贪嗔痴，啊，能吃戒才能断恶业，不能吃戒，恶业断不了，恶习气断不了，啊，不能吃苦的时候，贪嗔痴只会增长，不会降温，这很重要啊！啊，最后留下这2句话了，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说佛在世，一佛为师，佛不在世，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法，是一法第一个，佛不在世，佛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这个是一法。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上品上增长讲得非常详细，啊，讲得很透彻，啊，他说你的老师有道德有学问，你依不依他，啊，如果他讲的东西跟佛讲的相违背，你还依不依他，不能依啊！如果你的老师证了阿罗汉果了，你依不依他？也不能依。到最后，你的老师是菩萨，你的老师是佛再来了，啊，佛再来了，依不依他？还是不能依他？为什么呢？佛佛道同，佛说的话，经佛跟古佛一定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那个佛是冒充的，是假的，不是真佛。真知讲到了极处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法就是经典，经典里面最重要的法是哪一部经典呢？给诸位说，就是《十善业道经》啊。这个要肯定啊，最重要的那是根呐、啊，像树一样是根呐、啊。你没有根，全部都完了。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疏忽的是绝大的错误啊！啊，我们能在佛法上这么多年有一点成就啊，真的是得力于张家大师。啊，要是不是张家大师，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李老师对这个非常重视，啊，他在台中教我们。去这个学习十善业道经，啊，那么第二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了义跟不了义，祖师大德，啊，他们给我们解释的，了义是大乘，不了义是小乘。啊，也就是说，一大乘呢，不一小乘。但是这个话在南洋就不能讲，南洋全是小乘。你要说是非一小乘一大乘了，那就谈不拢来了。啊，所以我们对于了义，啊，就换一个讲法。啊，什么叫了义呢？和我的程度。和我的这个根性，我修这个法门真正能得到利益，那就是了义啊，就好像呢生病一样啊，大夫给我治病，那个处方跟我这个症候啊它相应，药到病除，那这就是了义啊。啊，再好的药，再高明的药，跟自己症不对，那越吃越严重，那就叫不了义。我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啊，所以这就比较活泼多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真正能得到佛法利益，啊，那么最简单的这个正念呢，就是欢喜，啊，你像儒夫子讲得很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越学越欢喜，你得到利益了。如果越学越烦恼，那你就错了。啊，你没有得到这个真的东西。那佛法的时候呢，叫常生欢喜心啊，啊，法喜充满，啊，真的得法喜充满，你得利益了。啊，如果你学的时候得不到法喜，啊，还是很忧虑，啊，不能改变你的心情，这个法对你不起起，就是这副药啊，你可以放弃，可以去选另外选择，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第三个是依义不依缘，啊，要依佛所讲的义理言语，不要执着。啊，这个一点我相信佛知道，将来佛法流通到全世界会有很多的翻译，那翻译的语言都不对了啊，尤其是一部经每一个人翻译的都不一样，难道怎么办呢？啊，你说金刚经在中国现在大藏经里六种译本啊，无量寿经目录里头有十二种译本啊，十二次的翻译，现在藏经里面留下来的五种、七种失传了，啊，那哪一个对呢？那这就会引起争论，所以佛这句话呢，把争论呢就免掉了，哎，
意思翻得对就行了，文字多少前身都不要紧啊，最重要是意思要对，要准确，这意义不一语啊。我们对于这个翻译的不同的译本就不会产生意见了啊，因为译本多了才有汇集的必要啊。所以从前很多人反对呀这个汇集本啊，汇集本是我们提倡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遭遇的很多很多困难啊。在国内，黄念祖老居士用汇集本，因为夏莲就是他的老师啊，他是夏老的传人。那么在海外呢，我弘扬着汇集本啊，我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把汇集本讲过一次啊，以后也就是批评的人太多了，不能再讲了。无量寿经讲过几遍，都用康僧开的本，他就把他讲的这个本子，他有注解没注啊，这个本子就给我了啊，给我，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就想讲啊，因为老师那个注解我看得懂啊，有这个依靠行啊，我就想讲啊，啊，经本都印好了。到台中去见他，向他人家报告，他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如果各方面批评了你，招架不住啊。他说过几年啊，叫我等，我一直等到老师过世了，过世时候又看到这个本子，所以想到什么，这个本子没有人知道，很多人没见过啊，原本在我手上，所以我就把它翻印作为纪念老师啊，纪念老师。那第一次就印了10000本啊，我那个时候人在美国，向全世界赠送啊，海外的人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啊，就找我讲。所以我第一次讲这个汇集本的时候在美国啊，在美国讲过几次，在加拿大也讲过一次啊，是在外国讲的啊，这么样子说，这就才流传出去了。可是到以后还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受了苦难了，各方面的人的批评反对呀，叫反境风暴啊，是。所以还好啊，我们国家呢肯定的啊，国家宗教局肯定的啊。他们印的这个净土无经居然就选择夏莲居的汇集本啊，而夏老汇集也实在是不容易，用了10年的时间的啊，天天在改啊，改了10年的，改了10几遍的啊，才作为定本啊。这个确实是5种云译本的集大成啊！你不读这个没有关系，你去念5种本子。那如果写5种本子太麻烦、太多了，那你就用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是5种本子的集大成啊，就这样，非常的难得啊！佛这一句话要记住，意义不异于。啊，最后叫我们一智不一时，要以理智，不要以感情用事。啊，自古以来，老师有没有毛病？老师不是圣人呐，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啊，也有过失啊。啊，李老师以前跟我们讲《礼记》啊，《礼记》他很不愿意讲啊，我请他老人家讲经，大概一次提出来他就答应了啊，连《华严经》都没拒绝
我请他讲《礼记》，前后请了六次啊，不肯讲。到第六次再勉强。讲的时候就说明我为什么不讲，你们做不到啊，讲了有什么用啊？由此可知，大家都在搞佛学、搞儒学，没有一个是学儒学佛的。但是去理非常重要，去理里面所讲的东西，跟《弟子规》差不多。都是做人的根本呢，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管子里面有一篇《弟子制》，都是类似的，朱熹，这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个人，宋朝一个大儒。四书是他编的，编成这个小册子之后，这就是中国人必读之书，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一定要读，这是把儒家东西简化了，编得好。所以我想的时候，他是跟佛家的关系很密切，他的灵感可能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要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华严经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所以方老师方东梅先生非常赞叹，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概论，它带表演的，做出来给你看的。那四书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中庸理论，大学方法，中庸跟大学落实在生活上的时候，孔子做了表演，落实在贤人的时候，孟子做了表演，如何把这个理论跟方法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看孔子，看孟子，所以他那个叫学儒啊，孔孟学儒啊，他不是搞儒学啊，他真做到了，所以这个要懂，所以学人那是真的大学问，如何能落实，成为圣人，成为贤人。所以我们要有理智，不能用情识，是感情，夫子也说过了，当人可以不让于死啊，对老师要尊敬，但是老师有做的不对的，你不能跟他学，那你跟他学你就错了，你陷老师于不义呀，这是对不起老师，父母有过不能说，老师有过也不能说，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个糊涂人呢，知道，知道不说，知道不学，学他正确的那一面，他负面的时候不学他，这就对了。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老师的很多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李老师曾经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郑康成这汉朝大儒那是专学礼的，你看十三经里面三礼都他注解的，权威的注解他的老师马融，马融也是当代那个时代的，真的是大学问家了，那不是普通人呐。
马融讲学，郑康成到他这个麾下去学习。马融讲学，他有一个嗜好，喜欢听音乐。所以他家里养的一个歌妓，就是女孩子啊，唱歌弹琴弹得好的，他有家里有个等于像乐队一样的，他家里养的。那上课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像女孩子在后面弹琴，他在欣赏，听音乐上课，讲课，他用一个布幔拉起了布幔，当然呢，同学都会从那个缝里面去看看里面的女孩子，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唯独郑康成三年呢，从来没有去瞄过一眼，专心听讲。郑康成心里有数。三年，郑康成离开，要马融心里有数吧？马融就说了，他所学的道啊，只有一个人得到了，他全部得到了，就是郑康成郑玄。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专心嘛。他也预料到郑康成的成就会超过他，还有嫉妒心生起来，对，心里很不高兴，想整他，整他怎么个整法呢？走的时候送行呢，老师带着同学到十里长亭送行，敬酒，每一个人敬三杯酒，所以三百杯的故事就是郑玄的，灌了他三百杯呀，郑康成真的酒量大了，好酒量啊！三百杯不然不但没有醉呀，小小的礼节都不是。所以这个老师实在讲呢，也不是很，不是真正的神仙，买了杀手刺客，在路上行刺，要把他杀掉，所以郑康成很聪明，他早就知道了，早就预料到了，所以走的时候预定的那个路线，他临时改了，走小路走掉了。这个就是李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学生真超过老师的时候，老师还有嫉妒心呐，还要伤害这个学生呐。你说，这个马融历史上也是有名的，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嫉妒障碍呀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老师叫我永远守住谦虚，真的是满招损谦受益，自己的成就也不可以承担，总要推让给别人，我们唐氏的成就不是我们成就，老师的成就，不是哪一个老师，全体老师的成就，全体工作人员的成就，这整个证明的成就，证明啊，你不合作。你要是这我的成就，麻烦来了，还要嫉妒障碍一大堆，连命都保不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你看，过年我们在《受岁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忏悔。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是最好的教育啊！过年释迦牟尼佛跟大家讲开示，他就带头检讨，我这一年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过失，在反省有没有过失，
换一句话说，有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啊，第二条忏悔呢，我有没有犯十恶业？啊，不犯十恶业，这个人心里纯净纯善。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哎，你每一天反省呢，你就这两桩事情就够了。啊，身三口四意三。啊，新年开始，那我们就可以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的。新年是特别提醒，那是成了佛了。究竟圆满的果位还要这样做法啊！我们初学要不认真学习，你怎么会有成就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在这个时代啊，我是50年前跟李老师啊，在他老人家麾下了学了10年，老师常常提醒我，你们到我这里来学佛法是跪在地上啊，求我传给你们啊，是跪着来求的啊。他说将来你们成就了，你们去传法是要你们给别人跪着，把佛法捧着送给人家，人家还未必要你的。这话都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比他更要谦卑啊，确确实实是跪在人面前求人，哎，人家还未必感激你，未必接受你的啊，所以说许许多多耻辱羞辱的事情有太多太多，你要能承受得了，你承受不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护持正法了，你也没有办法护持自己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天天都在考验呢啊，你什么都要受啊啊，你不受就不行啊！啊，这些考验的人，我们从内心里面感激。为什么？他成就了我。忍辱里头有智慧，忍辱里头有德行，忍辱里头有福报。啊，所以我是个没有福报的人，现在看样子还福报还不小。从哪里来的？这57年呢，忍辱波罗蜜里头来的。啊，这是真的。啊，你看看，啊，我都是从老师教的。啊，教的最多的就是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因为跟方先生是学哲学，他引我入门的，所以那个恩不能忘。如果没有他的话，谁都不没有办法把佛教介绍给我啊，成见太深了，这是宗教，是迷信的，这怎么能接受啊？以前有这么固执啊，那不可能接受的啊。遇到这么一个大哲学家啊，从内心里面佩服啊，又是同乡啊，更亲切啊，他介绍的啊，我们就信了。所以这个戒瘾入门呢，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入门之后呢，就遇到张家大师，啊，所以那个3年，我学佛的根基是在那奠定，他给我奠定根基。啊，学讲经这一套的，这是跟李老师学的。啊，所以这3个人，一个人都不能缺少。啊，
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常常提醒我要谦卑。为什么呢？你说我在台中住了十年，台中同学们练习讲经，老师没有排我一次，我懂的，我知道啊。慈光大专佛学讲座是我建议办的啊，办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排我一堂课啊，课程是老师找我在房间里两个人商量的啊，我提供一些意见给他。每一门课程请哪个老师，李老师也跟我商量啊，但是我都没有份的啊。你看徐新民派上了，周嘉玲派上了，说同学啊都派上了，就是我没有啊。不过老师有一堂课的时候是我带他的，是他的课啊，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讲，他是担任三个科目啊，每个老师都是一门科目，他是搞三个科目。三个科目，一个是佛学概要啊，就是十四讲是他主讲的，另外一个是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一定是他自己讲。另外一门课是就是解答问题啊，学生提出问题帮助他解答，每一天下午两个小时，他只上了一堂啊，他第二堂就交给我了，你代替我答复。这个没有教材啊，也没有办法准备啊，所以上这个课呢只好睡觉，睡得精神足足的去应付他们啊。四个星期每一天两个小时，100多个学生，大专学生，有6个研究生啊。到讲座结业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说，我说我代替老师这门课战战兢兢啊，怕被你们问倒啊。不过问倒没关系，后台有老师，我可以请教老师啊。可是4个星期下来了，你们居然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我说古人讲后生可畏啊，看看你们也并不可畏。这是唯一在台中老师派我上场的，就是这么一次啊，其他都没有。我很了解啊，我懂得老师用心之苦，不能让我讲经，让我去讲一次经啊，台中就不能住了，就得走路了啊。所以老师说你讲得好，你讲得走投无路，你讲得不好人家笑话你，你还能活下去。这都他告诉我的，讲得好啊走投无路啊。所以真的到台北去讲经之后啊，没有一个寺庙收容我了，到最后逼着我只有走两条路，一个就是赶金灿啊，这是大家都欢迎的，哎，把奖金放弃掉；另外一个就是还俗，走到这么一个路口上，真是痛苦啊。韩馆长那个时候是我的听众啊，我就把这桩事情告诉他，我说我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啊，要做最后决定，非常非常困难。他是北方人，讲义气，好打不平，打抱不平啊。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家里啊，他家是个花园，花园洋房，2层楼，啊，是自己买地自己建的。他说我楼上还有个房间，楼上是他的小儿子，他是念初中，啊。还有一个房间，他说你就看看可不可以住啊。他那个小楼也是四面有走廊
我就看了，看的时候我说可以，我说我要给老师报告，我就带着韩馆长一起到台中见李老师。李老师说行，可以，所以我就住他家里，这一住就住了17年呐。所以就没有离开台北市啊。蒋经呢，他去张罗租地、租场地、借场地，所以我们去打游击一样啊，常常换地方。听众呢，大概有30-40个人，都是他的一些朋友要来的。以后听众是越来越多，非常艰苦啊，17年了，以后才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景美的华藏图书馆。那个图书馆是什么？是我们的听众发脾气发出来的。怎么发脾气呢？最后我们那个场地是借中国佛教会的讲堂，不是借的，租的，每个月都要付租金，租的。碰到这个蒋经国，就任第6任的总统，蒋经国先生。那么佛门里面呢，都做人王法会呀，给他庆祝，那我们这个团体呀，也凑热闹，我们讲人王经，讲人王经。好，这个人王经一讲的时候，这些得罪了这些法师了，这些法师就通知我们，佛教会的讲堂不租，我们讲租金提高1倍也不要，提高10倍都不行。这些听众一发火，我们大家凑钱买个讲堂，所以景美图书馆是一顿脾气发出来的。也感谢佛教会，佛教会要是继续给我们租啊，我们永远没有讲堂。我从来没有个念头想建个讲堂，是这么搞出来的。所以这个讲堂很小，只有此地这个讲堂一半堂。我们在那个地方就算是安定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讲堂听众坐满大概100多人，你们这里不止啊，所以只有50平吧，50平大概多少次的平方米啊？1平大概是4个平方米，200个平方米，就这么大，所以很辛苦啊。我讲经讲到20年呢，才有个图书馆呐。20年你看看，在韩馆长的家里去就住了17年，没有还俗。也没有离开，台中，受很多的限制，这个限制是佛教会的，你比如最重要的就是出国，那个时候出国一定要中国佛教会同意，他不同意的话，护照拿不到，那我们韩馆长，他很聪明，他参加万国道德会。万国道德会是东北人，他是东北老乡，所以在万国道德会让他聘请我做顾问，我是万国道德会的顾问，这样办护照是万国道德会办的，护照办到之后这就出去了，这一出去之后外面就开花结果了，到达美国，我们从前在台中的同学，慈光的同学，在台北就大专讲座的同学，居然在每家有300多人，这一下就联络上了，所以在美国各地方都有熟人，这样子，所以路走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可是越走越宽大，路是越走越宽。这个发展的时候是越发展越大，到最后搞到联合国去了，这没想到的。
谁都想不到的是，我们会跑到联合国去了，跟联合国建立了关系。所以这是一定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这个同学们都要注意到。所以对老师尊重。老师的优点我们知道，我们跟他学习。老师有缺点，老师不是圣人，老师不是佛菩萨。缺点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不学习他的缺点，我们学习他的优点。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一切呢还是要依经典的教训，依圣贤的教诲。那么最基本的就要依弟子规。弟子规是圣贤教育的集大成。依十善业道经就决定不会走错路。感应篇很重要。感应篇是因果教育。所以有圣贤教育，人持于行不善。有因果教育，人不敢行不善。这就好啊。所以你这个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会安定。不但帮助自己，也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那么中心改组之后，我跟杨老师离开了。我跟杨老师讲了很多次，希望我总希望他呢去搞电视台。因为卫星的传媒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马哈迪曾经多次给我提到过，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得很小，它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也可以复兴一个国家，它操这么大的权，不可以轻视。那么你看看现在这个卫星电视网络上这些内容，如果是负面的就毁掉了社会，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卫星电视传媒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利用网络有十几年了。利用这个来教学。利用卫星呢，卫星是2003年元旦开播的。那么到现在也有5年了。这个影响非常之大。但是都是私人经营的，独家经营的。所以难得赖居士发心。我们这个中心也是他老人家发心的。赖居士发心要建立一个网络电视台。这是最新的。网络电视台的效果跟卫星电视台差不多。他们拿来给我看，我看过，但是成本便宜多了，他不需要用卫星，用宽频，这是最新这个发展的，那么他想去建一个这样的电视台，也是我介绍的，我说这个好，非常重要，那么在台湾建，因为台湾的是这个电视媒体完全开放的，不需要什么国家批准。你这个想建就可以建，我听说现在台湾有100多个电视台，传媒之国是吧？那我就介绍了杨老师去担任总经理，去搞，他对这个也非常有兴趣，也很内行，这个关系非常非常之大，那像中心我们的讲经种种活动，都可以在这个电视台。向全世界传播，才能产生效果，所以我希望他专门搞这门，我劝他其他都不要搞了，全心全力搞一样，能做得成功，
如果分心，他这几年太辛苦了，几乎都住在飞机上，就真的是空中飞人。你说一个地方两三天，一个地方两三天，多辛苦啊！这样子跑久的时候，人的精神体力都消耗掉了，付出的代价是寿命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定下来，好好的搞一门，对这个又有兴趣就好。所以这边侯总负责总护法了，不但护持中心呢，还护持我们是富生世纪禅寺。那么另外我们晓得这个山东那边的庆云，庆云的领导，我听说这两天要过来，我实在是不敢当，他们这热情的来，你说我们也不能不分一部分这个时间呢，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祖宗留下来的榜样。都是住在一个地方历代祖师都住在一个山上一个寺院，几十年不下山不出门呢，那才能成就啊！他心是定的，定生慧呀。天下的学人只问来学，未问往教。我这么多年到处跑是吧？是没有机会，没有道场，哪个道场都不要我。所以没有办法，不能不走啊！广结善缘，所以缘是结了不少，广结善缘。那么今天有一个道场能够让我定居，我就不想动。我到新加坡，我就不想动。但是缘不成熟，非走不可。在美国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想定居下来，不要再走。都是缘叫你不能不离开那就没法子所以这一次家乡到底不一样这还有些老的亲戚朋友家族在这边祖宗坟墓在这边所以有这么一个缘，他们不会赶我走，我就不想走了，我就想定居下去。谢谢。所以现在呢，比从前方便。现在不出门也能利益天下。我们录像嘛，现在我们这边的网络不错。你看年三十晚上，我讲那个腊月三十。才讲完下了台杨玉华从旧金山打电话来他们在那听得很欢喜，不少人在听我说这个音声这个色相怎么样，好，他说比从前还好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在吉祥的同时同步，他们就在那听澳洲也是的所以在全世界能收到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你居住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够同时利益天下了，现在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利益天下了闭关还可以利益大众那为什么就不闭关唯有闭关才能成就总是要心定下来这个是我们几十年的需求到这么大的年岁才有这个缘可见的福报不容易这得来很艰难那么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这个护法还是我们侯总跟家乡父老是不是那么也是
家乡的这个乡亲啊，朋友们啊，这个大家的成就的啊。那么我们陪老啊，这也是我们族里面的兄弟一辈啊，我们非常尊敬啊。他来了，真的太好了啊，这个缘很深啊。陪老过去做过汤池的镇长，做过庐江的县长啊，书记啊，又做过巢湖地区的这个政协的主任啊，所以这个关系啊都非常好啊。那么对内对外的联系啊，就是决定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是缘无比的殊胜啊。那么蔡老师呢，负责我们整个团队的教学啊，他这几年两年当中啊，实际上在大陆教学有三年，这个经验很丰富啊，那么效果也很卓著啊，所以教务这个人事管理啊，他都能够啊担负起来啊。那么这个李居士啊，李多居士，这也是难得的人才啊，所以我劝他呢学讲经，他出来学讲经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希望他跟我有志一同，我们到实际禅寺过闭关的生活。真的，我跟杨老师谈过，我说我们希望你，这想多少年，我们想培养10个到20个儒释道一流的人才。啊，这个缘，剑桥大学汉学系的教授麦大为先生曾经到我们汤池来过，他来看了之后回到香港找我，我们大概谈了有3个小时，他非常希望我到剑桥去开一门课，就是办一个学院，大乘佛学啊，我很感激他啊，因为英国的学校是学院制，他们这几个大学都拥有50个以上的学院啊，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学院是属于他这个大学里面啊，大乘佛学是好事情啊。可是我给他说，我说我到伦敦去2次啊，去访问啊，我说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是我有条件啊。什么条件？我在那里开佛学院啊，开大乘佛学学院，我的教学法，我怎么样招生，怎么教啊，你们学校一概不要管，哎，都不干涉啊，我就可以去干。如果你要干涉，把你们学校制度压给我啊，需要安排多少课程的话啊，要怎么样去聘请教授的话，那我就不教了。我说什么，那是教一些专家学者，那出不了圣贤，我们的目的是要出圣贤，圣贤才能解决问题啊。我说你回到学校商量一下。他就问我，你怎么教法，你怎么招生。我说我招生不一定要大学毕业。他什么资格呢？我说具备了弟子规感应篇实相业道，他能落实，这第一个条件啊，我要这样的人。那另外一个条件，他有能力多文言文，有能力看得懂古人的这一些著书。我说我只要这两个条件，他小学没毕业我也可以要他
啊，他说你怎么教呢？我说譬如吧，《论语》，他很熟嘛，他是汉学家嘛，《论语》。啊，我说我的教法呢，我也不要他写论文，啊，也不必要考试他，我指定一些参考资料，啊，古著书给你，他自己去学。每一天呢，给我做半小时的报告，学习的心得报告。我说我只要这个。啊，那么一天半个小时，大概这个《论语》从头到尾呀，四个月就圆满了。他圆满之后怎么办呢？我学第二遍，第二遍圆满了，第三遍，是一年学三遍，十年学三十遍，就一门。不是，中国古人所传的“教之道，贵以专”呐。如果一个人先定在一门上啊。在一般中等人，三年他得定，五年会开悟，悟了之后他就会通了。啊，这个才是教学的方法了。你们那个学校不行啊，你们那个学校排的课程那么多，把学生头脑都搞成浆糊啊！啊，所以它不起作用啊。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今天说知识爆炸了，爆炸解决不了问题，爆炸把社会搞得越搞越乱。啊，所以我们是要求求戒定慧，啊，因戒得定，你守规矩就是持戒。啊，时间久的时候，你心专一，天天想就一桩事情，哎，他就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智慧。啊，根性差一点的人。五年可以得定，七八年可以开智慧。啊，就我们走中国的老路子，啊，等到我们学成智慧开了，啊，你来检验，你来罚不死文凭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一概不要管。我说你回去向学校报告，学校同意，我们就干，啊，学校不同意呢，我还是要干，啊，我在中国干。我不在剑桥的。啊，所以我回到这边来呢，目的就想干这桩事情。啊，要不然我就不要回来吧。啊，干这桩事情。儒释道都搞。啊，希望的时候先有十个同学。啊，然后慢慢可以加到二十个同学。这个同学从哪里学呢？我跟杨老师从中心学，中心在中心呢教学三年，最优秀的老师有这个志愿，啊，一生专门搞这个的，就到我们这儿来，啊，等于闭关十年不出门，十年不下山，专攻一门，啊，专攻一门，我们的报告是一天半个小时，并不是讲你每天的报告，两天一次。啊，就是隔一天，隔一天报告什么一个小时。啊，所以你报告的时候，我们有十个同学了，十个同学组群，十个同学学的都不一样，所以也是广学多闻呐。啊，我们听别的人报告，可以把别人听的东西啊，融汇到我自己学的这门东西进来。啊，可是自己的学专攻一样，啊，将来是每个人有个研究室，啊，我们。老和尚啊，他要我们建一个藏经楼，建一个藏经阁。我说藏经楼跟藏经阁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就给他建议，不要盖宫殿式的，建图书馆，啊，建研究室。将来我们同学一个人有一个房间，是研究室，啊，我们在外国大学也是这样的，啊，外国大学的教授都有一个房间。像我们现在这个标准间一样，啊，都有一个房间，啊，我在澳洲两个大学，他们都还给我保留着房间，啊，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做你自己研究工作，啊，那么有图书馆的时候，有个图书馆，所有一些资料都完备，啊，你去查考非常方便，
啊，你真的可以安心定下来呀，十年做学问呐。啊，那我们的报告啊，都在摄影棚里面，那人少嘛，摄影棚里，所以报告全部录像，报告很好的，我们就用网络播出去，啊，所以虽然在家里不出门，天下闻名，啊，十年之后，我相信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要来请你做教授，都要把博士学位啊送给你，但那是绝对不值。一个博士学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十几个二十个博士学位。啊，所以我们干真的不干假的，有很多人想进来，我说不行，进来先到这个中心服务三年，用三年才能看到你三年不变心，三年落实弟子规，这个才真正叫根扎稳了。啊，根扎不稳呢，不行啊，没用处啊，你搞的将来是搞学术啊，啊，搞学术，那么伦敦几个学校就搞得很好了，到那儿去搞就可以了，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真的是要学圣学贤学做佛学做菩萨啊，我们要搞这些，这个才有意义啊。那么大家我们做这个工作才真的叫有功德了啊，所以我们不招生。那现在就是，现在他们是常住，啊，常住，那就是古人所说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里面，大家坐得满满在那听，那是近水楼台，那是常住。啊，那现在没有学生嘛，大家可以听嘛。啊，将来如果正式一开办研究生，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听，不能在楼上这个教室里，啊，楼上教室是专门提供给这些研究员的，也提供他们来听，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我们回来干什么？啊，这个要晓得啊，而且要原谅，啊，我们一定就出家人一定四个根，加上沙弥六义，啊，你真的做到啊。你要做个三四年给我们看呐，啊，大家心里服了，啊，你真的有佛菩萨的根，真的有啊圣贤人的根，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李居士他要不出家呢，就是世间圣贤；要出家呢，就是佛菩萨，是不是？那么其他的董事啊，比如苏永东老师啊，苏老师站起来给大家看看。李月老师啊，黄俊宏老师。我们特别强调，但开风气不为师。啊，我讲经的时候跟诸位呀，说过很多次。啊，因为受老师的教诲，老师李老师一生没有把我们这些学生呢当作学生看待。啊，为什么呢？他很了解，现在这个世界，孝道没有了。孝道没有就没有私道，私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哪里有老师？所以他看待我们都看作朋友，啊，都是同学，都是朋友，啊，所以他对待我们就是学长的态度，啊，我年岁比你们大，学的时间比你们长，帮助你们，用这个态度，啊，那么在今天这个大时代里面。只有这一条路行得通，啊，所以现在父母没有办法教儿女，老师没有法子教学生，你要懂得原因出在哪里，你一定要明了。如果你还自己以为是老师，会自取其辱，
那这个是当然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己的身份啊，永远做学生啊。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呢，我说我在讲台上我是学生，我做报告，台下的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啊。50多年来啊，都是这样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来听经的人都尊重，他是我的老师，我希望他都要批评我，希望他指教我啊，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啊。没有能力啊，没有智慧啊，这是真的啊。啊，连孔孟、连佛陀都不敢说他有智慧，都不敢他说有能力啊，都是那么样的谦卑。你问他们，孔老夫你看他说述而不作，没有创作，没有发明啊，没有自己的东西，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幸而好苦啊，对古圣先贤的东西不怀疑，相信啊，喜欢呢古人啊，向古人学习就对了。所以我常讲孔孟是老实人啊。这个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了都是不老实的人，唯有孔孟是老实人啊。所以董仲舒的推荐汉武帝的这个采取这个接纳啊孔孟为中国这个教育的主流啊，这非常高明。推荐的是老实人呐，不要作怪，不要有新花样啊，天下永远太平呐。现在这个世界搞这么乱，就是聪明人太多了啊，有主意的人太多了啊，有理想的人太多了，把世界搞乱了啊。你们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学做老实人啊，学孔子啊，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老实人。我们在清凉大师华严经苏超的经题里面看到的啊，这是清凉告诉我们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没有自己的东西，全是古佛所传的啊。他说他在古佛经典里面没有加一个字啊，自己没有加一个字进去，全是古佛所传。这个比孔老夫子还要厉害，孔老夫子还没有说得这么严重，就没有加一个字啊，这都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啊。所以谚语说的老实人有福了，这个话真有道理啊，老实人有福啊，老实人有成就啊，啊，老实人有智慧呀，啊，智慧、德行、福报都要靠老实才能够成就，啊，这个是我们一定的要懂得、要认真的去学习。